见咁多个追煲啊，嗰条病最短系呢间啊。仲有食啊嘛，咪病都冇啊嘛。好似你咁，我都系刚食。嗱，之前咧，我哋嚟正街行街嗰阵咧，见到有间嘢好巴闭嘅，跟住深圳排队王开到过嚟广州啦。咁今日见佢开咗业，专登过嚟试一试佢。点知有得抽噶，先生？哦，满一百九十八就可以抽啊。我们的菜单里面有什么呢？有辣的，有不辣的。这些有什么奖品啊？有一些菜品，有些饮品，然后还有一个那个套餐卡。有没有你们的微信在里面？你想要也可以。哦，这样啊，三位。什么呀？看下先。追火招牌，追肥肠，肯定爱啦。追个走地鸡，整个煲仔饭。一食追咗煲，我哋真系最奶霸嘅，你觉唔觉啊？因为求其点我都噏得出食乜嘢嘅。唔使睇啦，盲选啦，盲选啦。哎呀，哇，你笑死啦！啊，你的笑容好好看。哎，追肥肠，我见咁多个追煲啊，嗰条病最短系呢间啊。你要知道，即系普通人都系咁拎嘅啫嘛。你有几多个咁拎个追煲嘅？咁呢碌嘢有咩用咧？仲好食啊嘛，病都冇啊嘛。好似你咁，我都系刚食。都有技巧嘅，你都有技巧啊！煲仔好靓喎，啲米睇落，追得啊！呢个煲仔饭。老板，你要唔要？锅巴肉，有。你说鸡蛋，我说鸡蛋。哇！啊，真系一路行到追，一路行到追嘅喎。哦，我以为你赶着下班啦。没有。鸡沙姜鸡，都系呢啲料。肥肠，我哋最中意食肠噶啦。佢唔会追到佢好干，猪大肠该有嘅嗰种湿润、嗰种口感同埋嗰种油脂，你仲保留翻喺里面。嗰啲肠佢第一个选位个选材都好啊，啲肠又够靓，有肠头有肥肠位啦。呢个腊尾饭最主要咩啊？就啲腊尾、啲腊肉同腊肠嗰啲油啊，啊嗰种香味啱啱包住晒啲饭。佢有饭焦，但系唔黐底，一啲底都唔黐。啲饭啊粒粒分明，每一啖都有腊尾有饭喺里边，咁啊食先正嘅。佢呢个腊尾咧，成个腊尾嘅味道就有啲好，我哋好正宗嘅港式腊尾嘅一种味道。落去咧，佢用啲啫气咧，真系啫十足，就冇得讲噶啦，全部都呢个个沙姜味够，同埋佢啫只鸡嗰个火候啫得啱啱好。你真系食啫煲又好，食煲仔饭好，腊味饭始终系我嘅情怀。咸蛋黄焗大虾，好，咸蛋黄焗大虾，食只靓虾先。好，我食个粟米写啲咸蛋黄味先。嗰个咸蛋黄又几好啊，够渣喎。睇你食饭真开心，你细细个就中意食饭。老鱼老鱼，好炒得。没事了，他们本来就很油的，因为。嗯，追鱿鱼又系好讲技巧嘅，追鱿鱼追得唔好咧，鱿鱼会好暗嘅。咸蛋黄追半个，六个啫。三个人。我咁样成日真系食到追都有火。我觉得咸豆都炒菜嘅，佢呢样嘢佢就啱啱系控制到佢所有嘢嘅火候，呢个你都要趁住食啊呢个。嗯，嚟做三筷子，唔系话佢有啲麻麻地嘅味嘅，有啲好似食麻辣香锅咁嘅感觉。好、嗯，粒粒皆辛苦啊今日，好啦好啦好啦，我雪糕啊。唉，咁搭埋紧啲净水清下热啦，嗱，车时啊，好似阿孝中食啲香口嘢食啫啫嗰啲咧，第日我哋过嚟天堂搵佢食饭咧，又有个好地方啦。肥夫探家婆，唔使行翻啦，收得，记得关注我啊，嚟啦，嚟啦。嗱，今日肥夫准备献出人生中最宝贵嘅第一次啊，食河豚，走。看到同类了，咁其实河豚好多人都知话系会有毒噶，其实点样处理佢话会唔会冇毒啊？定系点样？其实我哋经营嗰啲系暗纹东方鲷，系国家可以食用嘅，就系用一个嗰啲山体鲫鱼嚟一条暗纹东方鲷，因为红烧嗰啲汁捞饭好靓啊！哇，好结实喎，攞刀叉嚟先得喎，可能呢个要试试佢先，天下第一先啊！哇！
呢、這個河豚呢，你真係唔可以好狼吞虎咽咁去食，真係要慢慢咁去品嚐，喺個口腔裏面慢慢慢慢去咬，真係好甜囉。那個肉係鮮同甜，喺個口裏面荡气回肠嗰種感覺，乜都出晒嚟呀。再整多嚿水魚裙邊先。我是单买是多少钱呢？这个70块钱，这里是一条吗？哦，好靓喎，河豚刺身，日本仔啊最中意食啲嘢，晶莹剔透啊，一啲真系味都冇，口感好结实啊，好似食紧啲橡皮糖咁嘅口感。再整多个养胃河豚皮先。啲口感啊，好似食紧猪皮咁啊，满满嘅骨胶原，最后用啲汁捞翻碗白饭，成餐饭落嚟先158蚊咋？记得关注我啊！吃得完吗？被藐视了，太看小我了。哇，呢度个酸菜鱼要88蚊一份，但系呢度个团购89蚊，居然有5个菜，呢个老板系咪？我真系唔信，我哋一齐去睇下佢。Lily， 这里的套餐是多少钱啊？89啊。89有什么东西啊？89有好几样嘛，有一个酸菜鲈鱼，要是88的酸菜鲈鱼都88了，你那另外那些是1块钱，不会吧，很小分量是不是？没有，正常的分量，都是正常的分量，就是那个小炒肉啊，还有我们有薄饼啊，这个16，有价值那个36的上面就是这个，吃得完吗？太看小我了。成日话我食唔晒，饮杯酸梅汤开开胃，系佢。饭来了，吃饭。焚上了我的粉盆，决心把干粉煮沸，我真的好想。干黄了，好过吗？2、1，到。因为辣椒唔会打油啊。干粉人，干粉是。有丝包菜，试试佢先。真系粒粒分明喎，好烟闻呢闻。哎，老板，好的姐帮我摘了一盆。干粉人，干粉魂。呢、这个真系停唔到口，真系食得快，你就一直一直要食噶啦。谂不谂住而家打包佢啊？打包佢啊？你要说了吧？吃得完？你不是说要吃得完吗？对，真的吃不完，真的吃不完。太看小我了，记得关注我啊！呢啲188蚊有冇钱赚啊你？赚閪啊？开善堂噶嘛？嗱，就喺呢度啦，蓝田路嘅华氏堂啊，地地道道嘅港式大排档。呢度除咗啲嘢好食又新鲜之外，仲有一个好串嘅华氏人啊。我可以拜见。喂，你呢个餐188蚊，嗯，就唔包呢、這个，呢、這个几钱先？呢、這个啊，有平有贵啦，58蚊、25蚊只券唔同啦，只券唔同，佢仲有呢几头噶。你知有閪几头噶？好几头噶，一只咯。一只卖两只，新鲜嘅，新鲜嘅，现开，养住噶嘛，现开嘅，养到咁閪大个池。喂，咁呢啲188蚊有冇钱赚啊？你赚閪啊？开善堂噶嘛？系啊，都系夜晚9:30先系善堂咯。咁快啲买多啲女过嚟，做乜柒都得，做乜柒都得。全部新鲜嘅，全部新鲜嘅，出边养住嗰啲就呢啲嚟噶啦，冇閪错。哇，新唔新鲜过你啊？屌，同我一样閪叫皮啊！廿个菜冇问题，食完先好走。如果唔系，唔好捻出我呢度门口，真系好捻转喎，嗰个肥佬，食完快走啦。要有这样气候，自有各样妖兽。笑说正义太陈旧。我哋做咩啊？好影啊！你翻咗呢度门口。没有。嗰度冧。完啦 ！Barbecue 啦，完啦！关注我啊！你咪武大郎。你咪潘金莲，出轨嘅女人。哎呀，约我食饭咁迟，你不如出年先嚟。梗系要饿你耐啲啦，今晚喂饱啲你嘛，走。吓、啊？有冇嘢食噶？买嘢食，喂你饱。咦，倒晒转啦！哇，好香啊！哇，呢个唔系二人餐咩？点解得一个羹嘅？梗系啦，有两只羹我点喂你食啊？够啦，够啦，够啦，够啦！咁易喂饱嘅咩？而家？想你们老板说错话了。
你唔准问，最快你啦，你唔准问我佢。广州最快啊！你又知道嘅点解？要俾罚站，我有经验喎、啊。老虎、水浒，你咪老大啦！你咪半金链，傻仔嚟嘅。你前男友啊？要飞啊！我单独套餐，羊肠，羊肠包住里面啲系满满嘅羊肉几张嚟啦。呢、這个就系羊肚，里面就系羊肉。啊！识咗啦？又识咗？喂！记得关注我啊！